就是希腊化的特色，但这个不是，古典诗集是写实的，但是动态不复杂。好，来罗马吉祥物，什么？狼啊，因为相传他们开城的那两个小朋友被丢出去这样子。黑会红会哦，注意一下，这是早期的罗马，但早期的希腊的雕刻。好，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其实应该是希腊，对，没错，应该是。来，